当天空中飘起点点晶莹剔透的雪花时，十有八九预示着小雪来了。这个小雪说的既不是哪位明星，也不是谁家的姑娘，而是二十四节气中冬季排行第二的小雪。每年11月22日前后，这蠢蠢欲动的初雪究竟什么时候？
就会变得幸福。小雪节气后，气温下降，不适宜户外活动，因为即将步入食物匮乏的深冬，所以这个时节的民俗活动都离不开吃。一来为越冬和过年储备食材，二来也可增强体力，御寒保暖。于是，吃什么，怎么吃，是过去冬天里的一件大事儿。清人著作《真州竹枝词引》中记载，小雪后，人家腌菜，曰寒菜，蓄以御冬。在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的年代，人们为了冬天能吃到蔬菜，便发明了腌菜。菜腌制是一种古老的蔬菜加工贮藏以延长食用期的方法，在国内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由于其加工方法与设备简单易行，原料就地取材，故在许多地区都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腌菜，如重庆涪陵榨菜、北京八宝酱菜、东北酸菜等等。为什么要在小雪节气开始腌菜呢？因为小雪过后，天气干燥，且气温呈直线向下的趋势，有利于腌菜制作和保存。腌制好的蔬菜正逢过年使用，于是便渐渐形成小雪腌菜的风俗。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食用腌菜不再是为了解决温饱，已然变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味食品。而腌菜大军中知名度最高的要数东北酸菜了。传统的东北农家小院，三样东西必不可少：红彤彤的辣椒，金灿灿的爆米，还有那口陈年的酸菜缸。关于酸菜的制作，清代文人徐宗亮在《黑龙江纪略》里这样描述：至秋末，则为黄芽白一种，土人以盐水浸之，注瓮中，留供冬春之需，谓之酸菜，调羹颇佳。小雪节气前后，人们将从田里收割的新鲜白菜码放在院子里晾晒，找个艳阳高照的初冬晌午，将晒舒服的白菜处理干净，挨排放入缸中，加盐加水，最后在菜顶压上大石头，耐心等上个把月，入缸还是蔫了吧唧的白菜再出世，变成了美味的食材。不同于巴蜀酸菜的酸中带着微甜，东北酸菜讲究的是凛冽的酸，爽口的脆，一如东北人的性格，粗中有细，干脆直爽。酸菜是东北人冬天当之无愧的看家菜，而杀猪菜则称得上是酸菜最地道的吃法。这道菜原本是东北农村每年接近年关庆祝时所吃的一种炖菜，随着歌手雪村的一嗓子吆喝，杀猪菜的香气也飘遍了大江南北，渐渐成了人们餐桌上的新宠。没有过多的花哨和讲究，杀猪菜的食材和烹饪技巧甚至可以说是原始。酸菜是东北的长白菜，靠自然发酵变酸自成，色泽微黄透亮，肉一定要选上好带皮的五花三层，肥瘦交织，粉白相间。血肠是用新鲜的猪血灌入肠衣制成，将这三味供入锅中慢慢炖煮，在揭开锅盖时已是香气四溢，血肠又滑弹动，五花肉中的肥腻已被酸菜的酸爽中和，
吃起来油而不腻，碗口生香，而入了肉味的酸菜或者鲜香的血肠，令人食指大动。不讲究盘饰，不看重造型的一道菜，饱含着东北人瓷实的生存哲学、利落的性格因子和大巧不工的智慧。暮色低垂，老老少少围坐在桌旁，窗外北风呼啸，屋里弥漫着淡淡的酸香，这正是东北人家的味道。不仅腌菜，南方还有冬腊风腌、蓄以御冬的习俗。腊肉堪称是天造地设的美食。小雪节气后急剧下降的气温使食材不易腐坏，干燥的天气利于保持新鲜。大自然用最天然的方法将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。当冬去春来，天气转暖，便会出现腊肉滴油天将雨的现象。不成想这腊肉还能暴雨呢。说到冬天的美食，除了这些热乎乎的炖菜和腊肉，在北国冰城哈尔滨有一道独特风景，吃冰棍儿度寒冬。马迭尔冰棍儿是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特色冷饮，由法籍犹太人开斯普于1906年创建，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冰棍的鼻祖。小雪时节，温度已降到零下，虽然寒气袭人，但依旧浇不灭人们吃冰棍的热情。中央大街是哈尔滨市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，来到这里，几乎路过马迭尔的人都要吃上一只马迭尔冰棍，这似乎已成了哈尔滨人的习惯。烈日炎炎吃冰棍再正常不过，但在天寒地冻中穿着羽绒服，哈着气，跺着脚，还要来一根，可见它的动人之处。为什么哈尔滨人如此热衷于大冬天吃冰棍呢？小雪时节，天气愈发寒冷干燥，室内外温差大，人们穿着厚实，体内热气积聚不散，而一生内火，也就是常常说的上火。加之为了驱寒保暖，纷纷进补各种肉类、药膳、火锅等等，也就导致内火更盛。这时吃上一只冰棍儿，颇有降火的功效。此外，进入小雪节气，天气会时常阴冷晦暗，人们的情绪也随之受到很大影响，特别容易引发心情烦躁或抑郁。而专家研究表明，适当的食用甜食有助于缓解压力，愉悦心情。不曾想这冬天啃冰棍儿，看似有点疯狂的嗜好，原来是有理可依的。不过不管是暑夏还是严冬，冷饮都要适度，否则会损阳气，伤脾胃。初雪的到来缓解了大地上的干燥之气，但从小雪节气开始，东北风成了常客。虽然还未到数九寒冬，但头为诸阳之会，是所有阳经汇聚的地方，最不能受风寒，因此出门要注意戴帽御寒，保护阳气。除了头部，冬天还要注意脚部保暖，脚受凉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，引起鼻、咽、气管等上呼吸道疾病。睡前用热水泡脚，稍作按摩，也有驱寒防病的功效。小雪时节，正值人体阴气渐长，阳气收敛，起居宜早睡晚起，以养阳气。阳气为人之正气，故在冬天多晒太阳，接受阳光沐浴，也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可以加快新陈代谢，提高身体抵抗力。老年人的活动时间最好在上午10时到下午2时，不宜太剧烈，散步、做保健操等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
小雪节气，天气逐渐变得寒冷。雨经历了春夏秋的磨练，长大成熟，变成了雪。人和自然的变化，偶尔会有无语相通的时刻。每一次初雪降临，都意味着岁月的流逝，也是生命的刻度和提示。